出发证明，要不要帮你拿？啊，不用。怎么了？啊，我看到你就想起了我还欠别人很多曲子，在想编曲的事儿。今天肯定很多人，平时周末人就多，今天还是情人节。 所以我开的车过来，今天人哪都多，不开车的话，晚上送你回家不方便。哦，不用送了，我家附近地铁、站公交站都有，很方便的。先上车吧，不着急聊回家的事儿。啊。 我刚才怎么还自己提情人节了？太尴尬了。包一直抱着。啊。给我。啊。里面有没有易碎的或者装的水？没有。安全带。 会开比较久，要是渴了的话就用水。嗯。你出发了。大家都在那里碰头吗？ 我是说，除了你和我，豆豆绝美了吗？只有我和你。啊？他们今天都太忙了。周末都这么忙？是啊，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，一早就看不见人，一个都不在。 估计都过检去了吧。嗯，有可能。情人节，就我们两个去看。